有人欺负我，谁敢欺负我宝贝女儿？我刚在那儿溜达，结果就看到那个碎大石的跟荷叶纸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俩要逃跑，于是我就出手相拉，结果小宝来了，谁想到他帮那个碎大石的都不帮我，还帮那个碎大石的一起骂我，女儿命苦啊！岂有此理！来人！ 把小宝给我带过来，姨父，不用了，我们来了。你呀你，你女儿她欺负我啊！爷爷，你敢那么想，不想一家人呀？爹，臭小子，你敢欺负南湘？姨父，您不能偏心嘛，您要一碗水端平。南湘已经告诉我了，说他们想要逃走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姨父，他们两个在院里散步散的好好的。 你女儿冲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人家，要不是我到了及时，早就被打死了。寨主明鉴，你看，这我们真的是在散步啊！老头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什么都没干，我就要打你吗？明明是你要跑，我才打你的。哎，污蔑我爹！我不相信别人的话，我还不相信自己女儿的话吗？寨主啊，我们真的没想逃走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？ 我女儿说瞎话，没有没有，他说的都对，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嗯，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们，你还要逃跑？虽然你是小丸子的爹，我未来的岳父大人啊，不敢当，但是你要惹我不高兴了，天王老子都不行。 来人，在啊！哎，不是，走！哎，不是，寨主，哎，不是，寨主，我爹他年纪大了，受不住的。放心吧，吃喝少不了他的，小丸子。 小丸子，你这脸好的差不多了吧？不知道的身上，我身上现在还很严重，都没好呢。千万不要考验我的耐心，你好好养病，等我娶了你，自然会放了你的爹。 小宝，你也看到了，要是你对我不好，对那个碎大石的好，我就告诉我爹。嗯，爹。嗯，我一直对你都好，是你自己想多了吧？爹，行了，散了吧。那姨父，我先送小丸子回去了。嗯。哼。爹。嗯。还是你对我好。 嘿，嗯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省心吗？啊，爹，这明明就是他们欺负我嘛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嗯，南湘，啊，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？哪一点？离我远一点！我让我清静清静。